今天咱们看的这个中式蝶院非常的与众不同，上蝶带大花园，还带地下室，独创商户式品质结构，独立的电梯入户，位置在成都天府新区麓山板块，像文化产品一样的京派官式建筑。咱们先看的是上蝶，地上三层四层加地下一层，建面366到657平，花园面积60到320平，总价在600到1000多万。漫步亭中，花木繁盛，绿意盎然。从这边的入户大门进去，就是通往上蝶34楼的电梯口楼梯。相较于闹市的万家灯火，这里的闲情逸致是否更能吸引你呢？接着我们去负一楼看一下。从电梯出来之后，那这边就是负一楼的门厅，左边的采光天井打造成了一处水景，既可以采光通风，又非常的赏心悦目。经过会客厅就来到这边的茶室，我亲朋好友可以在这里一边聚会喝茶，还可以在里边健身运动。在会客厅的旁边，负一楼的共用卫生间就在这里。从吧台的位置转过来之后，就是8到10人位的圆桌餐厅，对面是中西厨兼备的厨房，三面靠墙的设计。那在旁边有另外的一个采光天井，空间显得非常通透明亮。这边是一个棋牌室，娱乐设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配备。在里边还有一个储藏室，那这边呢就是车库，停车进出都非常方便。再往里边走就是阿姨的起居室，配备了单独的卫生间，旁边是洗衣房和储藏室。这个是上蝶在3楼的会客厅，宽敞明亮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就可以看到外面露台上的美景。有天有地有花园的这种庭院，给人的居住感和氛围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边是3楼其中的一个卧室，旁边是共用的卫生间，采用了干湿分离的。那这边呢是孩子的房间，3楼一共有3个卧室，这边还有一个房间，而且配备了单独的卫生间。从旁边的门出来之后，这边还有一个露台。接着来到了4楼的主卧和书房空间，从这边的门进来之后，左边是淋浴房，后边配备了浴缸，主卧坡屋顶的设计，别具一格。在外边还有一个阳台，双面采光的。书房里面书台放在靠窗的位置，视线非常好，而且是三面采光。从这边的门出来之后，同时还有一个超大的露台。有天有地有花园，这个符合你心目中的院子情节吗？